四节巨人，一节僵尸，创意庭院现状。不过还好，这局作者提前在场上中摆了一只我。国防僵尸打头阵，放个冰冷草减速一下他们。目前阳光有3000左右，主要输出茄子、苹果。打地心虾兵下降还是很容易的。听到僵尸从地底冒出，我的危机来了。幺二路僵尸被僵尸吃掉，我都还没反应过来，又钻出来一批。这一下猪又少了。最可怕的是，巨人还来了。这个时候我是要阳光没阳光，要植物没植物。这关名叫将军请留步，作者小瓜。有点巧，我是小蛙，他是小瓜。经过不断的试错后，我找到破解办法了。前期把后排的弹簧豆生菜铲掉，种苹果、茄子，冰冷草依旧放前边减速。当僵尸踩到第一排药水后，放旋风琵琶，巨冷僵尸一网打尽。妈了个你！哈哈哈！来了，破坏者们！这一次场上植物明显比上次少，主要还是因为后排多种了输出植物。再用旋风琵琶聚集巨人开大，打他！姐姐。喜欢我的话，快来支持一下吧！